啊、这个车哦、啊，遥控器不知道走倒位啊，出来敢那剩这个尔呢？不知死唔死？啊，试看卖嘞，吼、哦，未点动啊。可见证明讲，这个遥控器唔是咧控制一台车，喏、哦，足侪代志吼，你还亲自去证明？你袂当话遥控器看叫侬共款，哦，凊彩提只遥控器要试嘞，袂使。你讲收线绳子拢共款，凊彩举一支收路边车要开，袂使。 现在也一个数字，迄门甲堵诶，这边无一定存会开，哦，所以足济代志吼，毋、哦、是你想诶，用你诶表面上看起来是哪像是安尼，你要家己亲自去经历，才当证明讲真诶，还是假。所以当咱讲即个信仰是真诶，爱证明无，爱证明。毋是讲我家己认为真诶，就是真诶。你要证明。希比来就甲咱讲啦，讲上帝。 伊是亲自来证明，耶稣讲伊是神，有啥物证据？耶稣讲我都是定伫视频给对世代个活啊证明我是神嘛。你毋是跟人讲啊，我坐伫遮里讲我是神，你啊，提出证据来。一个人若要讲伊是神，有几项代志伊啊，证明，头一件代志，伊啊，必须爱讲会出伊个国家个代志。好，你若讲袂出你个国家个代志， 要哪证明嘞？哦，我这个朋友咧做生意，啊，因为做生意哦、喔，是嫁这个马来西亚做生意，所以呢，伊就跟对方讲，啊，对方咧，迄、那个马来西亚，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工厂啦吼，迄、喔那个迄、那个主管是一个纽西兰的人，这个纽西兰的人咧，就问讲，啊，恁这个物件伫对生产，啊，阮那这边就讲，我这个物件是对纽西兰出口。 未去到马来西亚，哦、喔，爱就甲讲啊，所以你讲住咧？纽西兰，对方讲对，我住咧纽西兰，著开始甲问啊，你住咧倒位，你会讲会出来啊？你袂当人骗啊？所以对方就爱讲我住咧倒一个城市，伊讲啊，我嘛住伫啊，啊，过来就爱讲迄个城市，就爱开始开讲啊，你知哦？两个人开始讲讲讲讲讲讲讲，讲你捌去过啥物所在无？倒一个公园，啊，去对去对，啊，恁兜住咧倒一区？迄个安尼三讲两讲，一直讲一直讲。 讲到落尾时，对方就知影讲啊，安尼无甲骗，因为吼，我问一下资料，你若毋是带底遐人，你印未出来。讲翻即个道理，当一个人来讲我是神，足简单嘞，请你将上帝各个大事讲来听看卖嘞。所以，亲爱朋友，我问你啦，你所拜个神啊，伊敢有甲你讲将来个世界？伊敢有甲你讲迄、那个天国是啥物款样？ 你若一个人相信呢？的是希腊神话的神，安尼，因为世界足简单嘞，因为世界就甲人同款，因为世界就是神嘛，会相拍啦，因为世界就是神吼，嘛做毋到代志吼，完了往判来世间啦，迄就是因诶神,神,神,神啊。所以伊描写诶神诶世界，你敢要相信？迄听起来甲咱诶世界都同款，无共位呢啊？你嘞，你哪有啥物好相信啦？哦，所以你爱问讲，当即个人讲伊是神，你爱问讲。 你甚么神？你何神？的？你甚么神？你讲的迄个国家，你讲的迄个神的国是生做啥款？所以耶稣出来传道理的时阵，耶稣拢咧讲啥？耶稣毋是咧讲做人个道理，哎，唔免讲做人个道理啦。因为做人个道理，世间的人已经讲真侪啊嘛。孔子嘛，讲著是做人个道理嘛。哲学家嘛，讲著是做人个道理嘛。即个世间要讲做人个道理，真侪人在讲，毋免著加耶稣佫出来讲。 耶稣讲啥物道理？你拿圣经编起来看，耶稣咧讲天国的道理。耶稣甲人讲，天国是先做啥物款、啥物款、啥物款。你唔捌去过，我对遐来，我讲予恁听。天国就是啥物、啥物、啥物、啥物。所以耶稣用足济比喻啦，讲天国。耶稣尽量用咱人听有的方式嚟讲天国。耶稣尽量用咱人我都理解的方式。 来，甲咱描述什么叫做天国？所以耶稣咧描述讲，上帝是甚么款的上帝，伊嘛甲咱描写甲足清楚啊。所以耶稣伫世间讲个话，本上拢记载伫圣经内底。所以你想要了解天国，你要了解神，你去看圣经，你去看耶稣安怎讲，哦，咱就会了解。所以当一个人有真理的时候，咱的心就有平安，因为头一惊。 耶稣话亲自证明，就是讲伊会讲出上帝国发生个代志，伊会讲出上帝国甲咱世间个国，到底无共款。第二，伊会证明有上帝国个能力,力。啊，你是神，你讲你是神来到世间，啊，你无证明一个。所以耶稣的方式是啥物？耶稣方式唔是骂人，啊，你们很烂呢。啊，你这世间人哪还只捧场啦？ 我信哦，我拢未安尼呢，毋是呢，伊毋是来作秀呢，耶稣毋是来表演呢，耶稣是咧看讲，哎哟，啊，你呢拄着遮只困难，耶稣讲来，我证明互恁看，将来伫上帝遐、啊，伫上帝国，拢无搁再有病痛，我甲你医药好，所以耶稣甲人医药好，但是耶稣甲病人医药好的目的，是要互即个人认捌上帝国，耶稣毋是甲人讲，哦，我表演，来，今日有病人无？有无？ 啊！啊！那接近到医疗去啊，应该都有无来来来，拜托诶，伤少啦，加来挂啦。毋是呢，耶稣在医治病人，当病人愈来愈济顺，耶稣讲我，无意思去啊，因为我本来治病目的，是要互恁看到天国诶亮力，结果呢，拢来一挂想要占便宜诶人。哦，哎呦，下趟边吃药著好。哦，紧诶紧嘞，赶快调好，调好了呢，我要去等下跳舞啊。 啊！治药好了嘞，我要得，我要搁等食毒啊！治药好了嘞，我要继续过我以前、那个迄落迄落乱七八糟诶日子啊！耶稣讲，安尼我头着甲你治药好，所以当看着人愈来愈济呢，耶稣怎啊离开啊？哦，因为耶稣讲，我伊诶目的是要互你看着上帝高个真光呢，毋是互你一个方便呢，毋是讲互你治药好，甲你服务安尼尔呢？耶稣毋是咧甲咱服务，你要搞清楚，神过来甲咱人服务哦。 拜托你你未免受过伟大啊吧？吼、哦，神唔免服务人类，神来世间是要教咱因德，神来世间是要帮助咱人不尽力，神来世间像咱人找无路顺啊，看到落地车，咱怎样讲啊？要惊对倒位去。所以耶稣伊就是亲自用能力来证明，证明伊所传的道理。 所以你看耶稣伫世间，见真侪信仰，若严格分出来吼，有几种。偷一个，咱拄话讲医病。为什么耶稣要医病？因为耶稣透过医病，互咱人知影讲，将来伫上帝国，无搁再有破病，安尼毋们再想要去，对无？啊，若甲你讲将来伫上帝遐嘛是讲，定定遐唱，定定哭哭笑，啊啥物人要去？哎、啊，都跟这个世间共款嘛。 所以耶稣治病是甲咱讲，将来迄个世界，上帝的世界，咱无人会受到疾病嘅困扰。即圣经描写，开始录写，讲伫迄个所在无再破病。第二，耶稣安那证明伊是神，赶鬼？哦。啊，啥人要赶鬼？证明讲将来上帝的国无鬼，因为耶稣已经将鬼拢赶出去啊。毋是将来甲赶，即满就会当赶。 所以耶稣讲一句真出名的话，耶稣讲吼，我看到魔鬼吼对天顶吼，咻，已经跌落来，咱简单讲讲，跌死去啊！魔鬼已经跌落来啊！魔鬼已经无再有权势，因为上帝已经来到世间，上帝来到世间就是耶稣要躲灭魔鬼的作为，所以耶稣做第二件大事叫做关鬼。 所以今仔日来基督徒，咱嘛是会当赶鬼，但是赶鬼毋是讲我诚厉害哦，连鬼都看我都会惊哦，哇，鬼见愁哈！人看人看吼，毋、哦、是干那人看到会惊啦，连鬼看到都会惊就,就对啦。我这能力吼太强了啊吼，毋、哦、是要表现家己诶啦。基督徒为人，基督教讲上帝伊伫伊诶病，毋是要证明讲我诚厉害呢？吼，我基督教的病安尼随好呢？毋是，因为。 最主要，一个人著是性命爱改变，哦，所以呢，耶稣来光贵，耶稣治病，搁再来呢，耶稣搁做另外一件重要性嘅代志，著是耶稣帮助人性命改变。哦，耶稣毋是干呐讲道理了，哦，你来看耶稣甲伊讲道诶人，即、這个人性命开始改变，杀戒甲耶稣讲话說，讲了性命改变，哦，你看一个撒马利亚嘅妇人， 甲耶稣讲话，讲了生命改变，哦，所以真侪人来找耶稣了，伊的生命开始改变。所以你看到耶稣用即种方式来证明，讲伊真正是上帝嘅，伊将上帝国嘅能力带到即个世间，互人的想法会改变。所以今仔日吼，信仰毋是要互利利用嘅，信仰毋是讲我拢毋免改变，哦、喔，我要爱钱都有钱，我要爱厝都有厝。 啊！我即马最近啊，洗我摆起来㖏，就变好运。这个毋是真正个信仰。上帝亲自来说明啥物叫做救恩，然后上帝啊，亲自来证明啥物叫做救恩。想怎要救一个人？因为咱人活伫罪恶个中间，所以讲想法爱改变。咱人活伫错误中间，咱个行为爱改变。所以上帝呢，亲自來,来到世间。 用信仰，用天国的道理，用人生命的改变来证明讲，这真正是救恩。所以世间人真正需要的，都、就是上帝的能力入到咱他们的中。好，我们这个讲完了。 欢迎登来聊三分钟吼，无论吼耶稣安怎证明啦，亲爱朋友，最要紧的吼、喔、是你啊家己亲自证明嘛。啊，你若无体会，耶稣讲我是神，我要来救世间人，甲你无关系啊。所以真要紧的就是讲，咱家己来试。哦，所以有真多朋友吼、喔，你看全世界这么多基督徒啊，迄拢是过去吼、喔，对，无神，对，毋知要变哪信，佮慢慢慢慢接触着上帝。 叫上帝感动着啊！哦，才知影讲有影真正有神，真正即个神有来到世间，哦，这是真诶。所以你一定要家己爱来饲你也家己来认捌上帝。有有一对姊妹啊，即个这些吼，伊原本着是讲足地气啊，伊拢总无想要信即类物件啦，伊无要信上帝啦吼、哦。但是真奇妙啦吼，因小妹仔以前吼脾气真歹，因小妹仔以前吼足歹斗阵诶啦。 但是呢，伊发现讲，伊妹妹呢，自张去信耶稣，敢若亲像上帝开始改变伊小妹，所以看到真感动，所以后来伊小妹就开始甲写批，讲姐姐你嘛爱来认捌上帝吼，啊，定定来甲伊邀请啦，啊，即个姐姐,姐因为看到家己个小妹改变诶时阵，伊诶心就开始慢慢柔软，伊讲好，安尼我嘛要来试看麦来认捌上帝，所以后来呢，丙小妹邀请了后呢， 伊从怎啊开始呢？去教会，开始接触上帝，开始来看圣经，开始认捌上帝。等伊认捌上帝了吼，靠上帝真理甲伊感动吼，伊家己诶生命嘛开始改变啊啦。所以讲吼，伊个足济足济过去吼，原本是拢足爱算命啦吼、哦，原本嘛拢相信即类什物星座啦吼，啊、哦、原本嘛拢讲行即种一般民间诶路线吼，因为讲行较足辛苦诶啦。即马信主了吼，哇，足大诶套房足平安啦。 逐日都好一点，无像以前吼，逐日拢足惊，今日又唔知佮出啥物代志啊呢？从即马信仰受了，后知影讲即个世界是耶稣的掌权，你即马是属于耶稣的，吼、哦，无鬼袂当佮你安怎的阵，哇，伊诶心中充满了平安，所以无佮再惊遐吼。所以迄阵面对足些外在诶挑战吼，伊、哦、诶方式拢开始改变，所以讲即马吼，伊、哦、想着讲，伊是属于耶稣的，伊想着讲，将来耶稣要佮伊娶到天顶去。 受到讲，咱人伫世间所做即个一切，即只不过是为了要来体会上帝的听，咱就好好听人，咱就好好工作，咱就认真拍拼，啊，咱就来面对挑战。伊讲哇，自从伊知影即个真理了后，得到真大真大的突破，啊，所以伊的生命就开始改变。啊，冇真侪真侪过去是走糊涂的路线，过去是走即个佚佗的路线，拄到耶稣了。 改变，啊嘛，真多人咧是足好嘅成就伫社会上，啊钱嘛赚真多，但是拄到人生嘅答案嘅问题，到底人为啥物活伫世间，即种吼课本无得教啊，就是因为你不耶稣了呢，你就开始改变。所以信仰最主要爱体会，唔是讲讲对吼、哦，对人去信一、那个尔，迄个无较所以咱必须足勇敢。 敢互家己一个挑战，讲我来信耶稣，信看我个生命，我看会改变未？我来读圣经，我来认捌真理，看我开始我会改变未？每一个人拢需要改变，每一个人呢拢需要长大，每一个人拢需要进步，每一个人拢需,需要突破。啊信，信耶稣好一点啦。你若讲圣经，我信一个信到尾也讲无啥。敢像你讲个遮好，无影。信耶稣信一个讲，还普通普通俩，不怎么样。 无要去信啊！啊，你无要去信，你也无啥损失啊！哦，所以信耶稣好好一点，免惊讲我若无信了，吼上帝会甲我处罚。讲较歹听咧，你若无信上帝甲你处罚，啊，都代表上帝是真的，对无？上帝若是假，你信是呢？无要去信，也未安怎啦。因为有位朋友讲，啊，当我这本来吼，我信我的神吼，啊，当即晚要来信耶稣，毋知我的神会生气阿未嗯，啊，你嘛真好笑呢。 如果你若来信耶稣，啊，你诶神会生气，啊，耶稣无法度甲该处理，啊，你会当毋免信啊，啊，耶稣都含慢嘛，哦，那我本来是信即个神诶，如果讲耶稣你是真神，我来信你，结果真神，无法度通处理假神，你你不如信假神著好啊，迄、那个真神都无影真诶嘛，迄、那個、结果嘛是假诶嘛，所以你也放心啦，世间若有一个真神吼，伊会家己证明啦。 咱已经拄着真侪真侪过去吼，是其他信仰诶朋友，落尾呢过来信耶稣了吼，本来原原本讲啊，我咧信信诶神毋知安怎咩，结果换来耶稣了呢，拢无代志，啊拢无代志，哦、啊，因为只要是真神，当然伊会去处理各神诶问题嘛，所以你毋免担心啦，你毋免担心讲啊，我若来信即个耶稣了吼，我原本诶神反反细转毋放我煞。 伊若有在条，毋放你刷吼，代表你原本神的即个神吼，真正是有够厉害的啦。啊，你也当毋免改的啦。安尼敢听有吼？如果耶稣若是真的，你著好胆甲换过来。吼。啊，你讲换过来了，证明讲耶稣是假。你若证明耶稣是假，至少你影讲这假，这個、以后会当毋免信。不但甲信毋信，你也叫别人拢卖信啦。吼。所以毋惊起，人讲真金不怕火炼啊，毋惊你来起。哦，所以所有朋友吼。 信用这个物件，咱的强调就是你爱亲自经历过，唔是讲啊，老爸老母古早时代信这，咱即帮嘛要去继续信这？时代在改变啊。哦，既然知影讲即帮有更较真嘅神，既然知影讲即帮有更较好嘅神，原本咱叫是迄是神，其实迄毋是神，哦，所以你若认捌上帝，认捌真理了，你就自然你会知影讲啥物叫做真嘅，啥物叫做假。你若信就真神了，你自然啦、啊。 心中都有平安，哦、如果耶稣是假吼，迄一信神人，信到尾，佫出大家都一定拢到去嘛、哦。所以你担心其实，即个信仰、哦、最大特色就是上帝足听所以你，你若信神，你无要信吼，上帝讲随在你，因为这是你嘅自由，我尊重你。上帝将来伊无要勉强，勉强讲你一定要信我。讲、啊，有的朋友你基督教讲一定要信伊。哦，啊，真的当然你要信啊。 因若是建会当毋免信啊，都、就是真诶。当然伊会强调讲只有我是真诶啊，其他诶吼，迄只咧都无效嘛，啊，其他都真正无效，这是一种信心,心你听有无？这是一种对家己诶把握嘛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要相信其他诶无话，见随在你，但是咱阿通甲你讲较足清楚，你要相信其他，诶结果是无人担当你诶罪，结果是无人会当救你将来离开世间，登去上帝诶身躯边，啊，所以咱家己爱来选择。 最主要爱经验，所以亲爱朋友真的，真正鼓励啦吼，鼓励你来试看麦，你来信看麦，啊免钱啊，啊免保证人啊，啊免签保证书啊啦，你就来甲信看麦，你甲上帝指导看麦，哦，你安尼圣经摕起来甲看,看看麦，哦，啊，对即个电脑这么作节目袂当听圣经的道理，你听看人咧讲啥，听看有道理也无道理，哦，真正有好无歹啦。 咱是甲咧讲习惯上吼，过去咧拜拜，即满要换过来吼，习惯上吼改变过来。啊，习惯本来都爱改啊。哦，当人即满拢个无线上网的习惯爱改啊。人即满拢个微波炉啊，咱习惯爱改啊。即满无人咧瞎造啊，习惯爱改啦。吼、哦、所以如果呢耶稣是真诶神，啊你就甲改者，你就甲换过来嘛，是毋是？吼、哦、好啦，今日节目歌大家先耽搁遮吼，来看麦咧。奥奇这边咧，你要来看大家，谈诶话题是啥物呢后奇这边甲大家，谈诶讲。 上帝要救这个世界，伊是有计划啦。上帝做代志绝对有计划，唔是想到然后去做。上帝计划是虾米呢？后一集继续来收看。六卡姨，十两百，十两百，六咱来讲吼。嗯 即马吼，什么出国吼、喔、去旅游吼，讲外国的拢拍折拍折，有那什么层什么展哦、喔，讲有新加坡啊，足俗的啦吼、喔，啊什么伊啰日本迄北海道吼、喔，迄日本哦、喔，迄大地震，啊即马拢足俗的啦哦。哦、喔喔。嗯。啊，你这台湾敢行到头啊？你我行到国外去。无啊，台湾一一个所在我嘛唔捌去过，我这么高尚的人，我未那么出国，我哪有可能咧、啊？咱台湾我要去行到。哎呀，讲安尼。 你听什嘛，真济外国观光客拢来台湾哦，以前是咱台湾去国外哦，嗯，这摆已经足外国人来台湾吃佗安尼。哦，来来咱台湾，来去佚佗头吃头台好吃哦。哦，偷吃个，台湾各地乡雅齐啊，哦，雅齐呀。雅齐呀，美食，美食，好吃好吃。你这雅齐呀嗯，各种的这个美食的物件都有。哦，去台南有干炒饭啊。 哦，阿有伊罗咱伊罗虾米，伊罗虾米花枝根啊！有阿哥，这个贡丸呐，米粉啦吼，这咱台湾这做树苗，阿哥煮了这一哦，咱这牙齿啊，现啊你跟它讲了啊，够汤盛。阿哥，然后剩。嘿，底下不开啊，哦，阿是有点盛这个冰果游戏。哦哦，阿开少少钱，哦，但是做些物件汤盛。嗯，所以这咱淘淘洗了后，第二后呢，然后做些美食啊。 嘿，啊美食都各国呀。喂、欸，咱这不共，咱这这物、個、件是吼、喔，过去中国大陆各省的，全拢这物件集合在台湾，嗯、啊，咱去改改良。即卖也有外口的物件，咱改良拢在台湾了、喔啊。你唔知道台湾即卖偌出名呢？咱、嗯、做的这个日本料理比日本比好食。哦哦，啊咱做的就是泰国料理比泰国比好好食。哦，咱做的汉堡比美国比好好食。 哦，啊咱做披萨比意大利好食。哎，阿个有哦，咱听讲足多人来咱只翕相，给咱结婚阿翕相。婚纱，第三是讲台湾倒位好咧，咱的创意。哦，咱讲许新娘翕相都告教输伊拉。哦，所以咱这这条方面最厉害最厉害啦。这进步呀。对，但是咱最主要，这种外在，台湾可爱伫倒位咧，咱的人有听心。听心。哦，那讲到台湾，大家知影。 通人知，台湾就是人情味啦，怎么样？一流啦。我是八听过讲一二三啦，到台湾去看阿里山啦。嗯。啊，我唔知影讲咱台湾人哦，人情味哦，是外好啦。啊、嗯，两讲呢？啊，我是怎麼会安尼讲，你感觉？嗯、啊，当十两白啊，落咖鱼啊，搬个金啊，龙肝、肋、肝、我啊，两个，单挑，两个，啊，搬只久，啊，无看到半个粗边，来跟你行下道。 啊、这哪有练情味呀、啊！哎、欸，嘛受走你喽！哎、欸，其他人观，进来哟、喔！来啊、喔！这不叫练精兵。<哇> <laughs>